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讲解的就是 Lady 这样的舞步啊。Lady 的舞步呢，啊，我们如果是右脚开步的话，我们先做一个右边的闪 C， 一个右锥步，好，再一个后踏、前踏，左边的闪 C 锥步，这个 behind 后踏 recover 前踏，好，我们再一次右锥步后踏前踏左锥步。后踏前踏，我们用拍子来做个示范。好，右脚一加二三四五加六七八，好，这个舞步呢组合，我们把它称为 lady。